上就是研发部南宫琉璃总监设计的外包装方案。新进研发小组果然厉害啊，四套设计都很漂亮。谢谢。尤其是这套猫眼灵珠的设计更是突破，除了成熟的技法，还融合了很多中国风的元素，和我们公司新系列产品非常契合。这些设计都是你的灵感？是的，顾总，这四套设计都是我的灵感创意。我带着整个研发部熬了好几个通宵，才做出这么优秀的作品。我们会继续努力的。南宫总监，你为什么不在会上提出猫眼灵珠是我的设计？锦溪，你觉得我是故意不说的吗？我的意思是，这个灵感本来就是我提出的。你要这么想，就太让我难过了。这里面每套方案都有我们研发部每一个人的心血。如果我单独提你，能让别人怎么想？而且，这套方案不仅仅是你的想法，也有我的付出，对吗？我知道你对这方面有很大的兴趣，所以让你试试。现在作品得到了西城的认可，这才是最重要的，不是吗？谁付出就应该有谁的名字，我想所有人都一样，想要一个公平。锦溪，你可能没有在这么大的团队里工作过，不是随便调个色、做做美工、修改几个字就叫工作的，还是说你觉得你是总裁特助，或者你和总裁关系亲近，我就应该多照顾你一些？我什么时候和他亲近了？顾总，顾总别误会，锦溪在和我说工作上的事。如果是你们研发部的事，就回你们自己办公区。如果不是，我不太希望有员工在公司里面谈私事。我不是在说个人私事，我只是想证明灵珠设计是……好了，我还有电话会议要开，回你们自己部门。